色。我们现在要去买饮料，等一下来车上搞点事，好不好？这里是林口的，为什么在林口？我也不知道。对，因为凯杰突然出现在林口，就跑来林口找他了。这边超安静的。那个时候四点整，一下车拿下安全帽，大吸一口气，干林口的空气。我那时候真的想说，以后这边空气还是一样好，就来这边住了。动饭前。上次来我家不是吃冻饭。的感觉还不错。Oh, lay back, good. 怎么了？劝一下，他freestyle 一下。也是加入的面试，哎，不管你飞得再高，再多的翅膀都不敌剩下的他给我的滤镜。Yeah, 这特像个 IG， 但我不想要不出去。Yeah, 为何让我的脾气的心变得如此的不精心？白日的杯子，白日的。刚我们刚刚调这个旋律调了非常久。跟着外卖不错哦，蛮喜欢的哦。然后后面换成808，嗯，这里。哈哈，可以，耶！干，那个很屌。哎，那个滑音你是怎么发现到的？我学，就是有一个曲风叫那个 UK 醉哦。UK 醉哦，对他很爱用，他们很爱用那个808的滑音。哦，对他们爱用，很喜欢808的高音，这样嗡嗡嗡嗡这样滑来滑去。他的那个 beat 点击率多少？164万。哈哈哈哈哈！有，我觉得有。
干这滑音可以啊。我刚刚又找到了，为这个旋律找到一个新的音色。哦，这个笛子可以。干，中了中了，今天做两个币，真的中了，真的中了 ，Yes sir。